请大家撒向希望的种子，灌溉我们美丽的花朵。好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，丹城奇花海，走吧，我们去看花。那我也正式宣布，2022丹城奇花海正式启动。来到哦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正式启动，华氏不忘初心，大步向前行。我们的刘金五十华氏半世纪专书的新书呢，发布会就在今天正式的展开。刘金五十也希望华氏呢，像这些沙一样呢，可以呢传播的非常远。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我们的瓶子，然后我们来拍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